虎扑11月7日讯办人慕尼黑边锋格纳布里日前在接受英国《镜报》采访的时候谈到了温格和老东家阿森纳。格纳布里说道，我是否认为温格会在拜仁取得成功？当然，他证明了自己是个可以领导一家俱乐部的顶级教练。双引号，格纳布里表示，如果要说温格和弗里克的区别，我觉得作为一个老球员，可能和教练交流更容易一些。而当你还年轻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会有点羞于和教练对话。不过他们都在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水平上。双引号，上赛季格纳布里在10场欧冠比赛中打进了9球。7-2大胜热刺的大四喜更是职业生涯的代表作。对此，格纳布里表示，最重要的是见到了我的一些朋友。他们给了我额外的动力。考虑到这里的历史和球场氛围，在英格兰踢球总是感觉很棒。不过也由于阿森纳的历史，对阵热刺也总是会有更多的额外动力。双引号，本赛季以来，格纳布里已经在5场德甲联赛中贡献了4球1助攻。